11月15号礼拜三，六元麻辣羊蹄儿啊，在江城大天超市门口，六元的羊蹄儿卖空桶，这个拐角还有几个，羊头一个都没了，卖完了啊。二维码收款收了875，现金大概收了300-400块钱，今天一共又卖了1000多块钱啊，明天再来，加油。